山东农村真实相亲。这个人小姑娘家吧？这小姑娘家。哟，这回也闹大方了，看带奶了。啊、哦，这都挺您的，那个哪里？俺家里没有喝纯奶的，又给倒过来了。哥哥，你家来哥。哥哥。哎。你家来没？来来来。来来来。来来来。这给那个小奶找了个对象。找个对象。啊，你信仰。找过来。找个对象了，找好了再说了。哎呦，没洗过大爷，好吧。哎呦，拿上好好的。中中中，给你专门给你买的奶。哎呀，给买上奶了。做完了。今年多大了？今年24了，大爷。这个几吧？这个弟弟。嗯，跟我差不多。弟弟上哪院？上哪院？这哪是上工作上班啊？搞研究。哦，搞研究。啊。那不可以啊，不能。嗯，是的，搞研究，行不行？一个月不到挣，工资一个月多少钱？工资一个月10000多，大爷。工资不小。是的。工资高点，10000多工资可以。嗯，俺家是10000多就中不少了哈。你是赚个辛苦钱。也那行，那行行。那你小奶奶家了没？在家呢。啊，你喊他去喊他两声。过来，谁来了？是，奶奶。哪一个是啊？这个。